Hello， 大家好，咁今日咧就想玩一只咧怀旧 game， 怀旧系列啊，呢一个系，咁咧怀旧 PC game 嚟嘅，就疯狂摇摇杯，疯狂摇老杯啊，咁我咧就系好耐之前玩过啦，系啦，好耐之前玩过，咁可能比较后生年轻少少咧，就可能冇见过或者冇玩过嘅，系啦，已经好老啦 ，OK。其实呢一个 game 咧就疯狂摇摇杯咧，顾名思咧就系一啲饮关于饮品嘅游戏啦，系啦。咁我就开始先啦。好，话佢转咗个画面，佢冇得 show 出嚟，等我一阵先啦。佢唔知做乜冇得 show 出嚟个画面。OK， 等我一阵。咁咧 game 咧就系可以拣啲咩住宅区啦，咁即系分有几多季几多季啊，即系譬如你嗰、那个。得到最佳飲品店系啊，呢一个系饮品店起整飲品嘅。好，喂，佢系咁同我开新一页嘅大佬。咁呢度有个可以改咗呢个嘅月份，唔系改呢个嘅店名啦，系啦，咁啊唔讲咁多啦。咁另外呢度有揀月份啦，咁啊有分咩熱飲啊、冻飲啊咩，即系有分咧。你夏天咧就啲冻飲咧，多数都会畅销啲嘅，系啦。咁另外咧，如果冬天就系热饮啦，是但啦，是但拣一个啦，系啦，咁啊拣一月啦，一月无限咩？唔拣无限啦，咁我就系拣一季咧，系快少少一季搞掂啦。好，咁我当然就唔会好正常咁玩啦，系咪？咁啊好正常咁玩冇意思嘅。好，叫咩啊？黑心饮品店，个咩名好咧？黑心摇摇杯。睇先，黑心摇老杯啦，就喺边有个老字？黑心摇老杯，好似唔系咁好喎。无良黑店啦，叫做无良黑店，非常好嘅名。OK， 开始游戏。好，佢又开新一页，真麻烦咧 game。哦，咁而家咧就可以请人啊，因为咧你一个铺头啦，点都有得请人嘅。好。咁啊，全部揀女啦，唔使啦，揀男嗰啲弱智，快可立店员。好，就你啦，幼稚园老师，而家都唔知几多岁啊！即系如果佢嗰个年代23岁，而家应该40啦，接近系嘛，差唔多啦，应该。大家都话好亲切，应该适合做啲点单嘅嘢。即系佢咧讲紧呢个员工啊，长得好可爱，又冇呢个男朋友，佢谈一下咧工作经验啊，之前同咧小朋友相处嘅。唔欢迎女性嘅，你认为呢有啲难免嘅，我帮佢特别难免啦。哦，照顾陆勇啊，即刻好。通常有咁呢、這个咩啊？口才咁好，又讲得即系讲得几好听，得几好听啦，系啦，唔讲，全部都讲啲好听嘅说话。可唔可以谈工作经验喺客栈帮手？吓、啊，你嘅智力一头牛买100,000，三头牛买几多钱？300,000咯，我谂300,000以上。三头我30,000以上咯，系啦，因为佢话三个头嘛，三个头咁计系贵啲啦。我谂应该系咁嘅意思啊。王祖儿手脚好伶俐，谈下工作经验，只系做过模特儿。如果你每天咧经过一座桥咧，咁啊风景好靓，每天心情不同。你同我一样都系注重生活。好，咁另外请下呢个可可，呢、這个可可劲抽嘢嘅，最紧5粒药丸，每隔5分钟食一粒。5粒药丸每隔5分钟食一粒，请问几多分钟食完？应该系25系嘛？5粒5分钟食一粒，应该25系嘛？喂，你嘅智商不足二系咩？我唔知道、啊，真系居然会不足二啊！真系惨。好是但啦，咩力量型点单口亲和应该咁样。OK 好开始啦。喂，佢又同我飞咗第二度。我咁而家应该 OK 嘅啦，咁我而家开始啦。好，咁首先咧，应该系要买啲咩设备先嘅。咁呢个咩饮嘢咧，通常都系咩摇杯机呢啲，即系呢个台湾 game 嚟，我谂应该系。所以佢有咩摇杯机嗰阵，就会有啲咩珍珠奶茶之类出现啦。即系有啲咁嘅嘢啦。好，咁啊呢啲全部都要买嘅，我谂。啊唔系，其实有啲都唔使喎，后制速度增加，又使乜咁多啊？系唔使咁多啦。好，前前讲啦，上无良，梗系对啲员工无良噶啦，系咪？材料买，服装唔使啦，不眠咩安眠药咪？睇先呢度，
好收银，梗系要整收银啦，唔整收银边度收钱啊？系咪？跟住你，然后咧，你要快速咁整样整啲嘅饮品啦。如果唔系咧，你戆居居等天光，咁你又玩完嘅嗰一日，因为你未整嘢啊。好，西瓜掉晒落去啦，西瓜、鸡蛋全部掉啦，咩绿茶掉晒啦，冰水啊，唔系，我记得好似有个，即系通常有啲秘技嘅，即系佢点讲咧？即可能雞蛋配呢個西瓜，可能有啲特別嘅飲品出咗嚟嘅，未可能係即係佢自動幫你調配咗一個神嘅飲品出嚟嘅。好，咁呢個好明顯冇啦。OK， 好，等我揀下先啊，喺度都唔好掉曬落去先一啲嘢，唔使講咁多，黐線。睇下先，首先咧呢度咧拣成分啦，西瓜有 40%， 咁西我谂鸡蛋唔需要咁多啦， 30% 应该够。西瓜占4:3，芭乐其实芭乐应该唔使咁多，因为咁咯，6:22咧，跟住呢度红茶冰水要 10% 冰水，哇呢杯嘢哇结到黐孖筋啊！喂试饮啊，呢班裁判肯定觉得好饮到黐孖筋啊！哦，好饮但系唔够甜。哦，好啊，唔够甜啊，你死硬嚟讲，即刻掉。哎，冇得同我自动揿喎，唔紧要。好，唔够甜啊，睇下够唔够甜。40糖，掉咗20几40斤糖落去，稍微甜嗰啲太甜，我觉得未够甜啊。好，40应该差唔多啦。然后果酸咧，酸酸味味，酸酸甜甜咁样先系。哇，有个9分添，咁你就知道我调配啲嘢咁有一手啦，的确。甜死，糖放太多，好啊，少翻少少咯咁，好，睇下掂唔掂先，咁就系不断系咁样调配一个好嘢啦，稍微甜嗰啲 ，OK， 放糖放太多，黐线，你都唔识嘢嘅，啊，佢个 mon 又影唔到出嚟，唉，唔紧要啦，我读翻俾大家听啦，咁呢杯嘢咁就叫做西茶，好，非常好啊，我觉得唔错。咁然后咧，你喺呢度要揿上市喎 ，OK。咁然后好似有得拣价格表啊，有啦，价格表108蚊，黐线，边可能咁平啊？低 B 啊，我西茶好饮到癫啦、啊。好，呢啲全部同我加价100蚊啦，梗系100蚊杯红茶咩啊？我啲高级嘢嚟噶，外国翻货啊，啲西茶一起码接近都2嚿水啦，90蚊啊，头先睇。唉，算啦，大特卖86蚊，86蚊，好，咁我快啲整多一杯先，整个西汁先啦。啊，有啦，咩快可乐西瓜原汁，好 ，OK， 快可乐原汁，其实呢杯咧应该都接近9分，咁呢个就系所谓嘅神饮品啦，应该9分、8分、7分，7分咁低，唔紧要，好，呢、這个叫西汁啊，唔该，西汁、西茶同西汁。60蚊低能，你摆到咪神饮品，梗系要摆到8-9几啦，起码8-9蚊我呢杯嘢。如果唔系咧，回唔到本，回唔到本，利润8几啊。好，190啦。咁你知道一啲贵嘢通常有保证啊嘛，系咪？好，跟住整个蛋汁啦，鲜蛋汁。好，鲜蛋有咁多酸味嘅咩？啊？蛋系酸嘅咩？臭，即系过期就酸啫。佢未整应该唔系咁酸噶，还不错，口味唔错。咁你知道我几劲啊？蛋汁，好西汁蛋汁西茶蛋汁咧，呢度你有蛋汁，黐线40蚊呢杯嘢，起码接近90啦。好 ，OK， 整多杯先再。可可粉应该有杯朱古力奶，可可，哇42甜到76喎，喂试下呢班友，试下啲有毒砒霜味，叹下先，好想呕，水分太少喎，冇水点饮喎，俾翻啲水你咯，唉、哎、真系好多嘢嫌三嫌四呢班友，俾佢免费嘢饮仲咁多嘢讲，甜味又唔够，唉再加糖，我俾够20你。咁要甜啦啩？够甜未啊？呢班友成日都话唔够甜，唔够甜，唔错。OK OK， 可唔可？好，之后再
之后呢就再加价，加完价呢咁我哋可以开铺啦，费事整太耐啦呢度。之后全利润70几，呢杯嘢咩可唔可？呢杯肯定系神嘢饮嚟啦。OK， 咁而家只要咧等开铺啦，然后佢就会啲人咧，你揿佢就会行埋嚟啦，行埋嚟做水鱼。OK， 咁样开铺啦，系啦，睇唔到个招牌好，然后教快速揿佢哋过嚟先。哇，笑哈哈，咩蛋汁？哇，味道不错，你睇下你笑得几开心啊！好，服务好亲切噶，梗系亲切啦。我呢度摆明出。出晒名系亲切嘅，喂，过嚟啦，呢班友黐孖筋咁热都唔过嚟饮嘢，系咪想死啊？呢班友，啊，真系唔过嚟嘅吓，喂，啊有啦，终于呀西茶啊，好嘢嚟啦，真系识货呢个师奶，你真系识货，西茶咧系我哋嘅铺头嘅镇店之宝嚟噶，喂，快过嚟，快过嚟，咩蓝色面口，喂，蓝色面口，你呢、這个咩啊？添饮咪知好嘢啦，店员话可以。神级店员，你竟然话可以？店呢、這个店员算专业喎，饮品饮可口，梗系啦，唔使讲啦，当然系可口啦。我卖得嘅嘢梗系好嘢啦，系咪？好，喂，冇来由，喂，快过嚟啦，阿伯，阿伯过嚟买嘢啊！好，有咩噶？快可乐，哎呀，睇唔到啲评分添，你哋，你以为我会老作出嚟啊？我啱啱先留意到。因为呢 game 咧太麻烦啦，佢有啲弹出色嘅视窗出嚟噶，西茶，哇四杯西茶，哇真系四杯西茶，我都唔知点啊咩啊，等咁耐，太夸张，黐线，你啲慢工出细货啊嘛，梗系啦，梗系慢慢嚟啦，咁急，我呢度唔煮啲咩快餐店啦，速食文化唔好嘅，系啦，唔系咁好嘅，我觉得食嘢都系要慢慢嚟。咩商场位啊，唔系咁好嘅。好，嚟啦嚟啦，快啲摇摇摇摇蛋汁，好，好蛋汁细汁，呢个名真系不得了啊！哇，已经靓靓未赚咗几多？哇，又赚100蚊啊！有啲杯100蚊嘅嘢，唉，犀利！我点解可以咁聪明啊？即系冰雪聪明啊！我系好咁啊！23咧，即系11点咧，佢收铺啦。咁然后有个咩本日明星饮料嘅西汁西茶，哇！呢两个翻嚟最多人饮啊，6000蚊嘅饮料收入，唔错啊，几好啊！之后佢又有嘢卖噶，番茄柠檬。咁啊，开多日，咁之后就差唔多啦。开多日，番茄柠檬。好，咁啊，见OK 唔错，咁啊，买多个呢个啦。买多部机落去俾人啦，封膜机好。咁其实我咧摇呢个风和摇杯咧，细个有玩咧，然后大个少少亦都有玩咧，即系好似而家咁咧。喺早几年我都仲有玩，不过就冇拍片自己玩咯。番茄汁，茄汁非常好，耶！36甜够晒甜未啊？粉肠，跟住又话哎呀唔够细点饮啊？乜又话太甜死仔包？成日都话太甜太甜，好还可以 OK 嘛？得啦咁，茄汁啊呢杯，我记得西瓜同埋番茄好似有杯劲嘢，系啊，特调西瓜茄汁直接完成啦，唔使拣。然后我哋整鸡柠檬，柠檬同西瓜有冇啊？喂，未拣系列，好似冇啊，冇啦冇啦。柠檬番茄绝配啊，酸度咁就咁咯，果糖喂太酸唔得啦。好，虽然咧我哋系主张呢个黑心市场嘅，但系咧都系唔好饮死人啊嘛，系啊，饮死人唔系咁好嘅。OK， 有甜嗰啲真系难服侍呢班法国龙。好，口味还可以，得啦得啦 ，OK。茄檸汁之后就好，开始又要调校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嘅咩啊？加钱啊，加钱跑好紧要啊！咩茄汁点可以赚咁少？我起码杯杯都要赚100利润咯、啊，我觉得。如果唔系，肯定回唔到本。好啊，唔使交租咩？咩啲人物啲员工我又要俾钱吓？几多嘢要俾啊？乜你俾钱我啊？啊，系啊！而家你俾钱我赚啦，梗系啦，梗系你俺钱我啦。哇，细汁173利润，
黐孖筋，真系黐线。咁我嗰杯咩特调嗰杯肯定要高啲啦，系咪？特调嗰杯起码要利润赚到200度，我觉得酸度够啦，掂啊？可唔可西茶？哎，得啦得啦，好开铺开铺开铺啦！咁而家就等开铺啊！好，而家开铺啦！咁呢一度一开铺，一开头咧就有咩宣传嘅目标啦，然后呢一度有个店铺升级目标，咁就系话咧，你要达到以上嘅条件先可以啦，人事费用1100 ，OK， 又可以叫人嚟买，喂，快买啊，快买啊 ！Double， 哇，即刻有人买个西瓜汁，哇，未饮过咁好饮嘅饮料，梗系啦，都话买我出细货，贵价咧一定有佢保证嘅，好，贵嘢一定有佢保证嘅，我话嘅，除非系特登水你啦，如果唔系肯定有保证，喂。黐孖筋咁好饮，你都唔饮，真系唔系好掂啊！呢班人吓，你哋跟唔上潮流嘅，喂，快过嚟啦，大叔，大叔啊！啲阿婶多数都中意买嘅，呢啲咪中年大叔真系唔系好掂咯。阿婶啊，中意多饮，嗌饮嘢啦，饮杯嘢啊，咁好饮，佢而家全部诶，有冇发现最近鸡蛋芒果呢个葡萄柚好受欢迎？鸡蛋好啊，就蛋汁咯，蛋汁我好似有噶，我有杯蛋，哇，笑笑口啊，好。OK， 油馅咩茄苓汁，啲咁奇怪嘅都可以有人饮嘅，真系你现实中够唔够胆买一杯茄苓汁饮嘅？饮完即刻翻去屙咯，又屙又呕，肯定啊，肯定啊！咁咩配搭死硬？如果真系咁配搭，唉，真系好无良呢间铺头，呢间铺头真系好无良。喂，快啲过嚟啊！黐线，其实咧，如果我唔揿咧，佢应该未必会过嚟，系啦。通常你喺个铺头度咧，你要宣传先得，如果唔系啊，怕乌蝇唔系好掂嘅，系啦。哦，西汁，个个都饮西汁同埋西茶喎，吓、啊，有啲咩特别意思呢班友啊？好，喂，黐线都冇人过嚟嘅，低 B 啊，快过嚟啦，女学生。好，喂，其实都赚得多喎，5000哦，头先好似几多啊？OK， 咁啊完啦，好，你见到已经冇人嚟啦，赚咗几多钱啊？好，赚咗4000哦，27人，79分评价，35杯卖出4000蚊嘅收入，饮料嘅毛利率有87.6%，哇，超高，我觉得唔错唔错，好，咁啊今日咧我哋差唔多啊呢条片啦，咁啊主要都想讲下呢一个嘅怀旧 game， 我细个有玩啦，大个亦都有玩啦，即系。讲返就係早几年都仲有玩嘅。咁啊係啦，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玩下啦呢、這个疯狂摇摇杯啊。咁我哋下次睇下会有机会再玩下啦，玩啲睇下呢个无良黑店点样黑店法啦。我觉得都非常之黑店啦，你睇下。即係啲嘩啲利润全部都过百，我未试过玩到咁。咦、這个原来未过，黐线，唔得唔得。即係教过佢先呢度。过百利润。喂，唔得啊！蛋汁一定要过百，我杯杯嘢都要过百利润啊！好，11蚊吓，11蚊成本嚟呢杯嘢，贵咗100蚊，真系癫嘅吓！发现，好，咁我哋今次嚟咗先，下次再见，咁先，拜拜。